你在干嘛？我以为你不见了，就带着吴总来找你，没想到你们……这里是公司，还请两位注意下场合。林先生，如果你要想谈私人情感，请离开去外边谈。吴总，怎么帮了你们的忙，不感谢反而过河拆桥呢？林先生，友情帮助是您个人行为，跟公司无关。卓南。 虽然你解决了问题，但还是给公司造成了不少的影响。按照规定，你应该受处分。不是，客户都说若男办得好，哪里有什么损失？这是我们公司的事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看你是临时找事儿。好了好了，我接受处罚。